喂喂喂喂，哎，这个灯，怎么坏了？哦，服务员，你把我的灯用坏了。不是我，生活中开关百百种，你认得哪一种呢？破解开关的科学原理，火力哉！神奇的翻转灯藏着什么神秘开关？书包装警示灯，同学自制防盗开关玩创意。请锁定这集《生活里的科学》。原来开关可以自己搭。I have a pen. I have a LED 灯的电池。会发生什么事呢？什么事都没有。现在都说是新型的，它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你猜猜看，可能是什么 LED 灯会发亮之类的、啊？不可能会发亮啊，又没有接电线在上面。哎，没有电线它不能发亮吗？当然了。来，我现在就要将这个不可能化为永恒。怎么可能？让它可能。来，看好了，电池摆一旁，我把它画成一个灯。来，我们要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啊！预备。发光了！为什么没有先天就会发光？同学们，想一想，想一想，为什么用笔画一画，卡片上 LED 会发亮？答案是 A， 笔的墨水会导电 ；B， 纸下铺有电线 ；C， 博元的手能导电。生活不思议，卡片发光，好神奇！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厉害啊？我觉得你很厉害啊，很厉害啊！那你想不想知道为什么啊？我超想知道的。好，那这样子，你先称赞我哦，又帅气又聪明哦，然后灯泡画的又漂亮，整个是一个完美的男人，我就帮你。我不用这样子称赞你，因为 I have a pen， 我也有 LED 的加电池，我自己来画。好，看你。不就是这个银色的笔吗？这样子摁上去之后会不会也发亮呢？来，各位你们准备看咯，一二三，会发亮。为什么没有发亮？为什么呢？那你先称赞我很厉害，我就告诉你。拜托你了，很厉害啦，很厉害，对不对？对啊。告诉你为什么啦？其实哦，是因为我这支笔里面哦，这墨水含有银的成分。那因为银呢，它是金属，所以它画上去之后，哎呦，原来是这样哦！笔的墨水它有金属成分，就可以当做导体，所以就可以用画线来取代这个电线。然后你这样子画画画，就好像是这个金属导线嘛，对不对？那有了电池，又有了 LED 灯泡，然后这样折上去，它就可以形成通路，就会发光了。对，是不是很神奇呢？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A， 笔的墨水能导电，你们答对了吗？好，亲爱的伟伟，我的这一个装置啊，它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机制哦。你看我的正极啊，先让它贴在这里，对不对？然后负极呢，哎，它要碰到电池的另外一边，它才会发亮啊，有没有？所以。它这样就形成一个开关，一个开关的概念。如果博元说到了开关，你有没有觉得生活中的开关真的是无所不在？哎，对耶，要不然现在我们就干脆一起来找找生活中各种开关长什么样。生活中各种开关长什么样？一般家里最常见的电源开关长这样，像电脑开关和手机开关都是用按压的。这个电风扇的开关用转的，而且不只是开关，还可以调整风速哦。这种触控开关你用过吗？只要轻轻一碰就能启动。打开冰箱，冰箱里的灯会自动亮，而门一关上灯就暗。哎，你有没有看过冰箱开关长什么样？当然。我找了这五种开关来，我们一起来想想哪一个是冰箱的开关。对啊，哪一种是啊？我先分析一下这些是怎么开关的，好不好？好好。这个呢，就是按了就开，按了就关，对不对？啊，这一种哈，它是可以旋转的。是。然后这一种哈，我在买的时候啊，他跟我说里面是含有金属的成分，当做开关。哦。什么意思呢？对。好，然后这一种呢，它是这样。叮咚叮咚叮咚，开关，对，那这一种是什么开关哦？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各位同学们，那不然你们大家也一起来想想，这五种开关哪一种是冰箱里面的灯的开关呢？哎，博元，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难哎，不然我们请老师来给点提示吧。好啊。
冰箱里的灯开关到底长什么样？冰箱里面呢会有一个小小的开关，它通常会在我们的墙面上。当我们压下去的时候，冰箱灯会暗掉；当我们手放开的时候，冰箱灯会亮。这个开关呢，同时需要具有轻巧还有灵敏的两个特性。同学们想想看，这会是哪一种开关呢？我觉得冰箱的开关应该是这种，因为只要门打开的话，就会弹起来，然后灯就亮了；然后门关起来，它就压下去，灯就会暗掉。我觉得这一个它是像旋转式的开关，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不是。那我觉得这一个根本就不是开关，所以我觉得也不是。那最后剩下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一个，因为它这样压下去之后可以弹得回来。科学探测区开关原理大解密，赵老师好。大家好，老师。所以冰箱它的灯是什么开关呢？冰箱的灯呢是这个微动开关。哦，所以两位都答对了。对，大家都答对了，很棒哦。对，好。那为什么冰箱里面是微动开关呢？这里呢，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模型来帮大家做个示范。是，这个是我们的微动开关。那今天呢，冰箱门关起来的时候，这一根它会往后推。对。但当今天冰箱门打开的时候，后面应该有一个弹簧，那它会把这一根往前推。那所以呢，开关就导通了，灯就亮了。但如果呢，今天门又关上的时候，灯又暗了。老师，那我很好奇耶，像这种微动开关啊，它们内部的结构又是什么啊？为什么可以这样一按就亮了啊？那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已经拆开的微动开关，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啊。这个微动开关呢，可以看到下面有三个铁片。对。那这里呢，中间会有一个小小的簧片。嗯。对。那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簧片呢，它把一三这两只脚接通了，所以呢，像心宇这边，它的灯现在是亮的。对。好。那当我现在呢，如果把这个开关压下去的时候，哎，这个簧片就掉下去了。对，对，好，那灯就暗了。哦，所以它现在就是形成一个断路的状态。对对对。然后当老师把手拿起来的时候，哎，它就形成了整个是通路。通路。是的。然后灯就可以发亮了。哎，没错。原来是这样子。老师这边还有一个微动开关呢。哎，对啊，那两位同学，你们来一起来猜猜看，这两个微动开关有哪里不一样？嗯。哎呦，观察一下哦。这个感觉是压了就会亮的，对，然后那个应该是压了就会暗，对，对的，你看看亮亮。我觉得它这一个是连到一跟三，可是呢，它这一个是连到二跟三。好，那两位同学答得非常好。那这个呢，我们刚刚第一种看到的，我们的微动开关，刚刚讲过，它簧片。不压下去的时候呢，一三两只脚是接通的，但我们今天如果压下去的时候呢，它簧片掉下去了，那第一、第三只脚呢，它就断路了，所以变成第二、第三只脚接通。那现在放开的时候呢，如果第二、第三只脚有接电线的时候，它也不会亮。那冰箱它是属于哪一种的呢？它就是属于这种一三脚的这个，对不对？是的。那这样子也让你们来想想，除了冰箱之外啊，在生活中什么地方也可以看得到这种微动开关？我家洗衣机很像在放水的时候，只要把盖子打开，它的水就会停止，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啊？是哦，对，是哦，厉害耶！那我知道了，我们家有电暖炉，它呢在摆正，然后在启动的时候啊，它下面好像有一个弹簧，它摆正的时候弹簧就会压下去，可是它把它抬起来或者是不小心倒的时候，那个弹簧又会弹出来。哦，然后就会断路了。对。对，直接断电，是，然后就不会危险。哎，老师，那这是吗？是的，是的。两位厉害哦！哎，真的耶！所以老师在生活中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使用到微动开关？我们有的一些机器，或者是刚刚提到的洗衣机啊，如果我们要做一些警示，或者是机器让它回到原位的时候，那。这些地方我们都会用到这个微动开关哦。那还有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如果要让一个电路形成通路的话，它一定要有电池，然后正负极导线，然后后面有一个负载嘛，也就是 LED 灯，或者是让它就是启动电源的东西。对对对。可是开关到底是要放在哪里？嘿，好问题。博彦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棒。好，那我们开关呢，一定要从电池的正极接电线出来，透过开关之后呢。
然后来回到我们的副展上。原来如此哦，那这个开关是这个是传心开关。对，那传心开关呢，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影片，那个照片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好的，来看一下哦。现在呢，传心开关它现在是导这个方向，所以它下面这里有一根东西会把这个簧片这两只脚把它接通。对，但我们现在这个开关这两只脚它并没有连接电线，所以呢我现在把它稍微搬一下，就变成这两只脚接通了，那这个东西它就搬过来，这两只脚就接通了，所以我们 LED 灯就会亮咯。老师，像这两种开关啊，不管像是传行开关还是微动开关，它们都是通路的时候亮，断路的时候暗嘛。但刚才博元哦给我们给我看到也有好多种开关啊，像有一个它是这样转转转的，这跟这两种开关又有什么不一样呢？问得很好，那个是旋转开关，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认识一下吧。好啊，好。科学探测区发现旋转开关的条段设计。旋转开关它其实里面原理非常的简单，那我这里呢有一个已经拆好的旋转开关，对，那我们其实就只是把旋转开关下面这两层拆开而已。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现在把旋转开关把它打开了之后呢，可以看到里面这边这里有四片金属片，是，那分别四片金属片外面还有几片金属片，那旋转开关上面呢它其实就是四个，分别四个金属片，那金属片的里面和外面会跟里面这片金属片和外面这片金属片进行导通，那所以当我们旋转的时候呢，它只会转四分之一个圆。是。对，那它就会帮我们把里面的这一组导通，里面的这一组导通，里面这一组导通。所以老师他也是运用就是通电然后跟断电的原理，就是啊我这样一转呢这一组它就通电了，其他就断电，然后我再转呢换那一组通电其他断电。对，所以像这边呢我们就简单做了一个，来你看哦，刚刚转了一下蓝色亮，再转一下里面对好，然后最后一个就不会亮，最后一个在这边是就不会亮。老师您现在演示的这个啊，我们是知道说旋转开关它就是通路还有断路的状态嘛，可是像电风扇的话它还可以调整风速的强弱，哎，这又是为什么啊？那我们刚刚这边看到呢，我们有三组的电路嘛，那我们如果在这其中一组呢加上一个比较小的电阻，另外一组加上一个比较大的电阻，那比较大的电阻它电流就比较小，那所以它的风速就会比较弱了。所以啊像这种旋转开关哦，它就特别适合用在需要调整电流强度的装置，对吗？不过我倒是想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开关，博元你还记不记得我的那个台灯啊，你帮我拿一下好不好？这一个台灯呢，好，你们看，我只要用我的手来这样子碰一下，灯就会亮了。这个开关又是在哪里啊？好，那我们现在呢，有很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它全部都变成 IC 或者是用程式来控制。那像这个呢，它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个叫触控 IC 的。那我这里呢，有做了一个小小的样板。好，那这是我们的触控 IC， 那触控 IC 在这边。那所以当我们今天手碰的时候呢，就会像我们台灯一样，然后亮了。然后再碰一下它就按了。老师，通常这一种触控的啊，你看我来试试看，除了手指之外哦，其他的东西用，拿笔也不行耶。对，你看反面也不行，完全没有效。对，那因为我们手上呢，它基本上会有带一点电，那所以它的那个 IC 就会感应我们身上的电，那有感应到它才会有反应。但我们现在用这些原子笔啊，它都是塑胶的，它本身比较不好去导电，所以它就感应不到了。所以用一支啊小黄瓜可能就可以了。对，这是我们有学过的，聪明哦。对。所以说啊，认识开关的原理其实不难嘛，我们就是加上晶片，还有一些创意，其实就有各式各样的变化了吼。可是老师说到灯啊，我就突然有一个不情之请了。我怎么？就是刚刚啊，我不小心好像把伟伟的这个灯弄坏了。你看，他躺着的时候不会亮，可是他站着的时候就亮了。好奇怪，我看一下哦。其实它不是用坏哦，对，里面是用了一个叫滚轮开关的东西，所以它没有坏掉。哎，真是谢天谢地，阿弥陀佛哎！你看它这样子，对，按了。那开关在哪里？对，亮了。开关在这个地方。你说它叫做滚珠开关？滚珠开关有这个东西哦。有。那老师可以带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吗？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认识滚珠开关吧。好啊。
学探测区，滚珠开关翻身就通电。滚珠开关呢，它长这个样子，小小的。这是开关吗？是的，来，好，那现在给你们一人一颗，你们尝试想一想，滚珠开关它的原理，它是怎么让电来导通的？老师，可以给点提示吗？好，那滚珠开关呢，它基本上跟这种水银开关非常类似。那水银开关，看一下，有什么特性吗？水银开关里面那一颗，那一颗银色的就是水银。应该是那个水银碰到铁丝就会导电。水银开关它里面呢有一个金属的水银，那所以呢，当水银掉下来的时候，它可以把左右两边两只脚给它接通，那 LED 灯就会亮了。那我们的滚珠开关呢，里面就有一颗小小的珠子。那我这里做了一个放大版的模型哦。今天呢，我先把滚珠开关翻过来，翻过来的时候，这中间这一颗呢，我们把它视为一个小钢珠，那钢珠就会掉下来。掉下来的时候，这两个角它就彼此分开了。但当我今天把这个开关翻过来的时候呢，钢珠掉下来，那所以左右两边的电线就接在一起了，所以我们 LED 灯就会亮咯。所以像我这个翻转灯啊，躺着的时候呢，它里面是这个状态，没有连接到。可是啊，当它站起来的时候，当然它连接到了，所以灯就亮了。哎呦，我还以为是它坏掉，原来它还有这个小美感在里面哦。对啦。老师，那这一种滚珠开关它用在哪里啊？滚珠开关它其实用途也蛮广的，像有一些简单的汽车防盗器啊，或者是有一些我们身边它只要震动之后，它就会有计数功能的，好像计步器。对，是一些反正它会帮我们计数的东西，那里面通常都会有这种滚珠开关的存在哦。那这边我们要谢谢赵老师带我们认识开关的原理，还有各式各样的开关。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发明家们用开关的创意发明哦。来，马上进入下个单元，发明任意门。发明任意门。发明家的任意门。今天要开哪扇门？今天要开的是吸住你眼球的台灯创意大门。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一款台灯很神奇哦，它可以开可以关，但是你怎么找就是找不到它的开关在哪里。有这么特别的灯，我不相信。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影片吧。好，太神奇了吧，这个灯刚才这样子两颗球没有碰在一起哦，这样子的时候会亮，对，嘣，这样子的时候又暗了。对，而且没有吸在一起怎么会亮呢？我觉得没关系，我们两个不确定哦，赵老师他一定知道答案，我们来问他。好，所以它原理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把它转过来看一下吧。转过来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磁铁异性相吸，所以下面这一块就被吸上来了。那当我们放下的时候呢，我们下面这黑色这块就掉下来，掉下来之后正极这一端它的金属就分开了，那分开了之后呢，我们电路就断开了，所以灯就不会亮了。那我们现在呢，再来把磁铁吸上去，吸上去的时候，我们左边这个它又连接起来了，那所以我们有一灯就亮了。哇，透过老师的破解啊，会发现说这样的开关装置啊，其实原理并不难啦。可是当初的发明者他很强哎，还想到要把磁铁还有开关来做结合，发明出这么酷的台灯。对，那接下来呢，我觉得就可以来好好激发一下同学的创意哦。没错，来看看同学们是不是都成为开关达人了呢？没错，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科学创意王。科学创意王。创意无限大，我们是开关创意王。好的，现在两位小小创意王，我有事情想要麻烦你们。是的，就是啊，最近啊，有一个粉丝呢，他写信到我们的粉丝团来说，我有一些小秘密放在我的书包里面，但最近一直被发现。我想要请问哥哥姐姐有没有办法帮我忙？我想要在我的书包上面装一个警示装置，让大家不敢打开我的书包，或者打开书包我要知道这样子。所以啊，我突然想到啊，今天我们是在学开关，对不对？对。我们可以运用开关，然后来做一个书包防盗。对啊，然后他的书包我看了一下是侧背的，所以呢，我帮你们准备了这一个小包包。好，等一下你们两个人就一起来想想有什么样的概念可以帮帮这个同学的忙。Good， 那用的这个开关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咯。对。好啊，那我们就分两组来分头进行咯。OK，Go。我想要用滚珠开关，可能就是像这个包包打开，把它放在这中间，
然后只要打开的话，它这边电路就会接通，然后 LED 灯就会亮。可是我觉得哈，如果啊把它放在边边一点的话，会不会更好？因为这样电线可以顺少一点，然后也比较美观。好 ，OK， 好吧，那我就把它粘上去了。好，我用这一个好哦，用这一个微动的开关。对，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它如果书包关起来的话，它这样压着的时候就不会发亮，那如果一打开这个弹簧一松开的话，它就会发亮。不过心宇你要注意哦，它的长角是正极，短角是负极，所以你的正极一定要在同一排，负极一定要在同一排，不然等一下可能会接得乱七八糟的。好啊，打开看看，可以耶。好，那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了，我们的警示灯应该要放在哪？警示灯哦，我把它放在这边好了。哎呦，所以它要等一下电线要穿一段小小的距离，放在这个边边。好，心宇，现在我目前看起来是这样，这样是开，对不对？好，那就这样子喽。那我要把它粘上去了哦。好，好。那有关于接电路的话，你记得要怎么接吗？电池的正极，配上微动开关的一跟三，然后再从微动开关的三接到 LED 灯的正极。哦，那你还记得 LED 灯的正极是哪一个哈？比较长的那一边。没错。我们这个电线都已经焊好了，就是 LED 灯的部分。正极的这条线要先接到开关，电池的负极呢是接一条特长线，直接接到 LED 灯。来了，打开，预备，可以了。然后打开，成功了，成功了，耶！好哎，都完成啦。那你们有测试一下看看，你们真的会成功吗？可以可以，你看哦，现在挂在这里，对不对？对。假装有人开包包的时候呢，它就会发亮。喂。然后这个时候，心宇就会说啊，我的包包被翻开了。哎。那就成功了耶！那我们也来演一下好了，好不好？来测试一下，来来来，这个哦，就是如果他也是不小心认错包包了，对不对？哇！我的包包，的，嘿嘿，好厉害哦！就会亮了。哎，可是亮亮啊，你把它放在这里，这样子不是很难看到吗？要不然我把它改成蜂鸣器好了。嘿，对啊，这样子的话，伟伟一来的时候，它就会。对耶。哎，我觉得很不错哎。可是啊，刚才啊这样子一直在做的途中哦，我就也在想一件事情。是什么事啊？我们这样又牵电线啊，然后又用电池啊什么的，我们为什么不干脆这边打一个洞，然后拿一个密码锁锁上去就好？可是看我们这灯会亮，兼具时尚效果啊。心宇，你这做得很好哦，真的。而且啊，同学，我们现在已经提供了一招两招，或者是打洞把它穿起来的方法。真的，其他更多招就让你们自己去想想哦。对，大家也来想一想看吧。那生活里面还有什么有趣好玩的科学呢？生活的科学，我们下次见喽，拜拜。